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Let's get started.群星的人们，终于要被衬得暗淡无光。呀，让我们合二为一，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更为合理的正义。我们不必再容忍神王的雍正，我们就是规则本身。
掉自由的神明，却被囚困在牢笼之中，自由又放。你在等待什么？拉巴托斯，或者该叫你旅行者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记得我了。那就让我再次加入你的旅程吧。